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宅。那这次要来分享的不是监管者，而是新推出的求真者画家。先来看一下他的外在特质：艺术敏感，说明非常的多，非常的长。那简单来说，就是画家可以画画，然后强制监管者去看画。审美共鸣的效果是增加画家的移动速度，每放置一幅画作就会增加2%的移动速度，那最多3幅增加6%的移动速度。感性直观的效果是让画家不吃狂欢之意的恶挂设定，第二次被放上椅子会回到上一次被救下来的进度，所以画家被绑上椅子不用急着去救，可以等到修完第一台电机再来救，那不用担心过半恶挂就会直接飞天，但是三挂还是会飞天的哟。由我之境的效果是每次监管者看完画都会曝光画家的位置5秒，五秒钟听起来好像很久，但其实监管者从被吸引到看完画，那这个过程大概会有5到6秒的时间，足够你拉开一定的距离，就算后续的5秒钟你有足够的空间去逃跑。那特别说明一下画家的画作，那画作的吸引范围非常的大，而且不只是水平范围，垂直一定高度也会被吸引的，也就是说像是红蝶的飞天、涅西的跳跃都是会被打断。并且监管者被吸引过来的最短路径中呢，如果有板子或是窗户，他就会踩板或是翻窗。那不过这个过程如果太久，监管者会放弃看画。还有因为绘制的8秒过程中是无法交互的，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的画家非常的脆弱。在画作的使用上有几个技巧跟时机，在被追的过程中呢，回头看监管者来累积记忆，记住长相之后就可以摆脱监管者。千万不要在监管者正在追你的时候绘制画作，因为8秒钟没有办法交互，很容易就挨上一刀甚至倒地。放画作的位置跟时间也是有技巧的，那贴着监管者放是下下策，虽然说这样可以马上吸引监管者而避免挨刀，但这样就浪费了监管者走过来的中时间。那最好是挨着障碍物或是窗板来放，并且跟监管者有一小段距离，这样监管者会为了看画而花更多的时间走过来，可以给画家或是其他队友争取更多的时间。而我觉得适合放画作的时机是救人的时候，可以将画作放在附近的窗板后面，趁监管者绕过去看画的时候过去救人。人格天赋的部分，因为画家是属于六鬼跟救人都很强的角色，六鬼的时候呢，一幅画作可以溜30到40秒左右，那3幅画作就可以溜100秒左右，那比起3次挨刀的调香师还安全一点，更不会给监管者刷存在开技能。六鬼的画师我推荐这样点，左边点出双弹来增加机动性，那聚力3配合画作可以有更好的牵制能力，假寐点满配合外在特质感性直观，可以大幅提升画家坐椅子的时间。再好的技术都有失误挨刀的时候，所以选择点愈合3来增加被治疗的速度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救援的话，可以这样点，化险为夷是一定要点的，最后的回光返照也是相当重要。那因为画作的强制性保证了无伤救人，可以点避难所跟医者来大幅提升治疗速度，只要画作放得好就一定救得了。说真的，我的求生者玩的不是很好，那所以没有办法分享太高深的技巧，只是觉得这个角色实在太强了，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点想法。如果现在你问我新手该玩哪一只求生者，我肯定是推荐画家的，简单好上手，能遛鬼，能救人又能自保。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东西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个赞跟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通知，有什么建议或是疑问都可以留言给我。我是老宅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